来一个特写。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在录影了。哎，你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这样摘一片，然后把它洗干净。不是摘一片，不是摘一片，弄错了，弄错这样子。然后跟你讲，拿给我告诉你，他说要这样子。重新录吧。叠。叠就一片片摘起来，这样看不清楚。你过来一点，就是每一片，你有没有洗好？然后这样给它叠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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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这样五叶至七叶这样叠在一起，然后这边放一点盐巴，然后卷卷卷卷卷卷卷，然后放在嘴巴咬，咬个20分钟、30分钟，不要吞，也不要吐，不要吞也不要吐，吐嘿，就是你能咬多久就咬多久，最好一个小时，对，最好一个小时，真不可能，所以20分钟。要20分钟，五片至七片都可以啦。他是采五片至七片的都可以，五根七都可以。我听着他说这样一片一点点盐巴，然后卷起来。不是，他非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，这样子。不然你去问。那我等下再问他。对，对，没错啦。你要问谁呀？不是只有一片。前面有个师兄，他比较专门，还没上来。来来来，现在上来那位，现在上来那位，后面那位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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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教我们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教一下，教，再讲一下。这才像专家，这才专家。来来，这这安娜，这要怎么用？哎，来，怎么样？怎么用？怎么用？讲国语讲到，那也在，那也在，国语讲是美，国语讲没有的那个没有了。来，各位师兄师姐，来我们前后左右看一下，看还有谁啊没到，请。蘑菇椒，蘑菇椒，国语叫蘑菇椒。这要怎么教？就是这个叶子哈，张开来。洗一洗，一共要几片叶子？这一个整个，整个叶子把它叠在一起，对，洗好，洗好以后，那个卷卷它像烟一样卷一点，放一点点盐，先做的要算人数，不是你这个要多少片卷？就这个呀，就给你少片，对啦，我就说吧，我说像579啦，五七九大概它的叶子不是五片就是七片就是九片啦，五七九单啦，单数为阳，就是这个一个整个卷起来是，对，叠在一起，对，洗一洗就行，对，卷一卷，咬一。咬20分钟，咬20分钟。录您的讲的话，所以你要讲是治什么，防治什么？防治那个牙周病。牙周病。那已经有牙周病，咬它有没有办法？因为牙周病了，那个牙齿。他咬那个虫是咬。来，各位师兄师姐，我们现在准备开车喽，那麻烦一下先坐好啊，安全第一，好吗？那是吃骨头的那个骨髓呀，所以这个是可以刻掉。这个下去，那个骨髓那个那就不能。那我们会提早到哈，因为我们还要整理一些我们的那个货物哈。咬以后那个有口水啊，我们大概20分钟以后透掉，5分钟之内会到哈。再弄就会掉就好了，就不能往嘴巴吞进去，对，不能往肚子里。谢谢。这个是专家讲的。